Here's my card. 半岁之前是幼犬社会化的关键时期，在此期间最好让幼犬多接触外面的人和狗，但与此同时一定要小心陌生的狗，尽量让自己的狗狗多和熟悉的狗一起玩，最好是年纪相仿的。很多成年犬对幼犬没什么耐心，有可能有警告或者攻击行为，这对幼犬的社会化很不好，可能会导致幼犬长大后害怕别的狗，乃至对狗有攻击性。